今天有一个小伙伴私信本门熊，告诉本熊这么一个消息，安吉拉出一个勇者皮肤了，而且的话这个皮肤只要6块钱，也是继达摩呀墨子之后的皮肤。为此本熊去看一下这个皮肤的特效，然后今天就给各位小伙伴看一下这个皮肤的特效，因为这个皮肤只要6块钱。这款皮肤的话来着，而且你们现在看到是安吉拉如意的出场动画。说实话这个出场动画的话有点卡哇伊，其实不是卡哇伊啦，是这个人物的话有点卡哇伊，有点像那种什么萝莉的感觉哦。而且旁边的话好像是有卢子和苏雅。这皮肤的话整场看起来的话技能效果的话是跟原皮肤差不多的，不过的话就是模型好看了一点，估计这款皮肤的话应该是联合打造的，因为从这个皮肤的技能效果里面可以看得而这个皮肤的效果是偏淡一点，但是总体看起来的话是相差不多的。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二技能，其实的话是差不多的，然后的话就来看一下这个大招的效果，这个大招效果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实话虽然这款皮肤的话是卖6块钱，但是这款皮肤的出场动画以及造型方面的话确实挺不错的，所以这么便宜的一款皮肤，相信到时候如果